欢迎来到本期私人岛屿系列。巴哈马群岛以其迷人的海滩、珊瑚礁和充满活力的文化而闻名。本期再分享两座位于当地贝里群岛的优质私人岛屿 ,Hawks Nest Cay 和 South Stirrup Cay。Hawks Nest Cay 位于贝里群岛北部，距离迈阿密仅120英里，距离拿骚仅50英里。该岛距离大港礁东北端仅半英里，享有生活的便利性。靠近大港礁的显著优势包括一个拥有5000英尺跑道的国际机场，一个深水码头，以及一个特色商圈，为岛屿生活增添了便利和当地文化体验。此外，这里还是钓鱼和各种水上活动的理性场所。该岛占地26英亩，拥有 1.8 公里长的海岸线，地势平坦。岛屿被清澈的绿松石海水环绕，三面都是白色沙滩，植被以混交林为主，树木覆盖率高，俨然一个田园诗般的热带度假圣地。 South Stirrup Cay 则位于在贝里群岛南部，距离迈阿密仅140英里，距离拿骚仅60英里，坐落在 Stirrup Cay Resort Marina 西北 1.4 英里处，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确保了便利性和排他性。该岛占地 5.7 英亩，风景如画，绿松石般的海洋景观和细腻的白色沙滩令人陶醉，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世外桃源。岛屿东侧拥有深水通道，适合大型开发和建设项目，迎合那些在大西洋中寻求无限可能性的挑剔人士。这两座私人岛屿目前都在出售中，其中 Hawks Nest Cay 售价为450万美金， South Stirrup Cay 售价为600万美金。如有兴趣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